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天津卫视笑里相迎。没错啊，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块交流，非常的愉快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有乐趣。听您这话，您不是我们说相声的。我不是相声演员。那您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京剧表演艺术家。对了，掉了掉了。什么脸？什么人呢？你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啊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这不稀奇。怎么呢？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。那您在哪儿演呢？全国到处，世界各地巡演。嚯，您跟我们来一段怎么样啊？在哪儿来一段？就在这儿啊。我全球巡演国际巨星京剧表演艺术家，我就在这儿，没场面，没兴头，没鼓掌，没叫好，都就来一段。哎呦，要掌声啊，盛情难却。哎呦，谢谢大家，给您鼓掌了。既然大家掌声这么热烈，我就在这儿献出我的一段拿手好戏。好啊，空城计。嘿，唱一段最著名的唱段。哪一段？家喻户晓的啊，妇孺皆知的。哪一段？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。哎，献给大家。扯淡的人呐，我看你就是一个扯淡的人啊。什么意思？那叫散蛋的人。散黄蛋还咸鸭蛋呢？还老晃脑袋晃散了。没有，我本是卧龙岗散蛋的人。没错，听好了啊。啊，我本是卧龙岗散蛋那的人。接着唱啊。就会一句。嗨，就会一句呀、啊、就会一句。您哪门子艺术家呀？我这艺术家跟他们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啊？一般的京剧演员啊，为什么这艺术质量超不过我呀？为什么呢？唱得太单调。是啊，唱老生的只会唱老生啊，唱花脸的只会唱花脸。是啊，我这全球巡演国际巨星，我生旦净丑全能来，就这一出空城计，我一个人上去就齐活了。嚯，哎，那您这花脸能来吗？能来啊。您来两句。诸葛亮唱完不就司马懿就是花脸吗？对呀、啊。听好了啊，有门的都在马上，关东安西。诸葛亮在陈楼饮酒抚我琴，我本那当林人马杀金尘，又恐怕中了巧计心，勒指四将八卦论，尊神之我天分明，任你舍下了千般计，棋逢对手，大大一波真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您那个念白行不行啊？也唱戏主要听念白。没错啊，见功夫的就是念白。对，这个戏大家都熟悉啊，诸葛亮在城楼上弄鬼，是司马懿在城下识破了的计谋。没错，这一段念白相当精彩。嘿，诸葛亮啊，孔明，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，焉能瞒过老夫？想老夫有度兵师，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了你的诡计？你时辰也罢，空城也罢，老夫我拿定主意，不进你的城，你岂奈我何？哎，擒了，擒了。好，我这能耐怎么样？真不错，走遍全国，世界各地，到哪儿观众都欢迎。我觉得您那都不合理。怎么不合理？说的不合理。怎么不合理？真格的啊，
您说咱们京剧艺术，北京、天津，哎，非常喜欢。您甭说到了外国了，那就是到了外地，那朋友们听不懂京剧，您怎么办呢？听不懂改呀，这还能改？为什么我是京剧表演艺术家、国际巨星呢？到哪个山头唱哪儿的歌？嘿。那我要说个地方你能唱吗？想抻练抻练我。没错啊，没问题。那我选个地儿啊。你挑个地儿。到陕西你怎么唱？到陕西太好唱了。陕西的观众喜欢这个什么秦腔啊？对，老腔。是信天游，高亢有力的，特别信天游影响巨大。对呀、啊、我这诸葛亮到了陕西，我正在城楼观山呢近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影，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。就这段到了陕西啊，我这诸葛亮办好了，往城楼上这么一坐，是就得这么唱。怎么唱？我正在那个城楼上观塞将，耳听得那城外边风风风风啊，一杆杆的那个旌旗哟狂飞呀，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，原来是司马哟呵，朋友们来点掌声，起高了，起高了。发来的兵，好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还真有这陕西味儿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